我可以咬的一种，所以试试看鹿油。机会错过，很神奇。我们洗手干净哦。可以啊。堪称落水啊，落水的最佳水平。超大的，可以。都要处理掉。好口，这个小子也吃。
靠，登去。断线，直接开气，危险。在处理，都要处理一下，都处理了。上次这样子，炸死了。
个大小就有鱼卵了，你看。那、啊、如果把它放回去的话，不知道又会再生出多少这个小卷卵。有时候杀生亦复生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了解这个河川的话呢，河也会帮助你的。今天的钓游就到此结束啦。当季还是有生态的，不过来这边钓的话就是七十五种带走吧。OK， 好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